好的，谢谢刚才我们的助理指挥陈俊丽老师，陈飞学的指挥的两首我们的同学的协奏曲的演出，特别是英语系的陈旭罗同学，还有大数学系的杨孔志同学，所以大家一定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在这个多元学习的环境之下，那么现在我们在我们的师大，其实每一个科系里面都有很多的音乐人才，而且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发挥。那有一些同学，他的时间允许之下，还可以选修我们音乐系的辅系的课程。同样，也有我们音乐系的同学去修别的科系的辅系，让我们的大学的同学的教育是越来越宽广。那这些年来，四十多年来，我们师大管乐队的这个寒假巡回，一直都是由同学们自己自主的来做所有的这个联系或者是安排等等所有的事情，从车子到住的地方到去哪里吃饭，全部都是同学自己做的。从第一届第一次寒巡的时候，是当时说我是大一的学生，师大的大一的学生，我就跟着队长常常骑着脚踏车去那些乐器行，一家一家去拜托拜托能不能赞助一点，然后当然也有很热情赞助的，但也有这个被赶出来的，尝尽了人间冷暖。不过我觉得这个学习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离开学校踏入学社会的第一步，提早来认识这个社会和这个我们所生长的这个土地，我觉得对我们的年轻的同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四十多年来，其实我们的同学们都一直在犯相同的错误，因为主办的同学是大三的，跑腿是大二的，要么19岁，要么20岁，什么事也不懂，人情世故也不懂，打电话给学长姐很不客气，你要不要捐钱呐、啊？所以，但是这是他们的人生的第一步，在几年后，马上就看到他们